开在唱，呜，哇，真的是本人就像天使一样降临现场，哇，非常的可爱，呜，卡哇伊卡哇伊。好，来，我们看一下正前方，哇，这边，哇，所有闪光灯闪不停，好 ，OK， 我们都有机会让所有的朋友可以捕捉我们的山上优雅小姐非常美丽卡哇伊，哇，非常美丽的身影。还有哪边的朋友？来，我们挥手哦 ，here， 好耶， yeah， 好热情的朋友，来，我们看一下，如果需要补画面的朋友，直接挥挥手 ，OK， 好，再上优雅小姐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耶、yeah ，哇，谢谢谢谢，好，我们待会呢会来到舞台上跟大家见面 ，OK， 来，最后倒数三秒钟哦 ，3, 2, 1，OK， 好，我们欢迎台上优雅小姐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动作，耶！再一次的热情掌声，献给我们的台上优雅小姐。好，那今天呢，待会就要展开我们的访谈哦，也让我们一起欢迎哇，欢迎老师来，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好，欢迎欢迎，耶！等一下，好。好，今天呢非常的开心，我们欢迎到山上优雅小姐女神降临现场，先跟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来打声招呼 ，Say hello to our friends。大家好，我是山上优雅。请多多指教。哇，非常可爱，非常可爱哦！天哪，大家有没有觉得整个心情都非常好？有没有呢？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知道呢，这一次山上优雅小姐第一次在台湾拍摄的这一本我们的 Your Girl 影像写真，对，这一次第一次来到台湾，而且推出这样的作品，要献给我们台湾最热情的朋友。请问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觉得什么最特别的地方呢？やっぱりいつも日本では写真集出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たんですけど、こうやって海外の方には写真集も出すのが初めてで、それが台湾で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一直说他是第一次在海外拍海外的写真集，他从以前到现在只有在日本拍过日本出版的，所以他非常的高兴，也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里。哇，所以第一次海外拍摄就献给我们台湾哦，好，非常的厉害。那当然，这一次其实在拍摄的当中，其实还有些比较特别的，对不对？我们这个男友视角，像这样子的拍摄，哎，那对于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想要了解一下说，这次来到北台湾，那其实在一些不同的景点，对于台湾说这样子的一些景象，对，像优雅小姐有留下怎么样的印象呢？今回写真集撮ったところが、今の北の部分にあたって、場所がいいなん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が、そこにとって印象残ったところは何でしょうか？ですね、いつもは台北の方にしか来たこと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イーランはすごく自然が多くて、ご飯も美味しくて、すごく3日間の撮影だったんですけど、毎日毎日すごく楽しく撮影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他说这次到宜兰拍摄也是他第一次去宜兰，因为他通常来台湾的时候都只有到台北。那他是说这次他去宜兰，发现那边自然的风景都很美，那还有很多的美食，所以他这次去他玩得非常，就是这三天他待在那边宜兰非常开心。是的，当然这一次呢，就是特别献给我们台湾朋友的这一款影像写真，所以在里面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山上优雅小姐非常漂亮可爱的身影之外，台湾的美景也都收录在当中了，然后请大家真的是好好的支持一下咯。那这边也特别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签书会，其实大家还有机会可以收录到我们女神的纯印卡，
以及女王二的游戏卡。所以呢，当然如果说想要支持购买的朋友，也请大家可以大力的帮忙一下，大力的拿出你们支持的力量。好，那这一次在这个拍摄的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摄影师其实呢也是非常厉害，表现出了我们三上优雅小姐呢非常漂亮的这个身影每一个样貌。那今天哎又来到现场，再一次的跟我们摄影师见面，有怎么样的感觉呢？今回彼氏の目線で写真を撮られたと思うんですが、写真の感情になった気分で多分写真が撮んでると思うんですが、そのカメラマンさんも今日はここに来ているので、ぜひ、はい、ここでお会いしてまたお話を今日してください。はい、すごく素敵な DVD を撮っていただいたので、今日も見に来てくださって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お土産も持ってきてくださっ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今日はちょっとここには来れなかったようなんですが、一応はい、すごく一緒に経験しててよかったっていうふうに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